一下午就在北京吹，哎，北京天津在那吹，就是描绘干季，哎，拿个热拿去，哎。你为嘛要个龙啊？因为俺属龙的。啊，因为俺属龙的。头一会儿嘛，叫这个名字挺好玩的，要不在这里瞅着不走嘛。小的时候有几岁那前见过这个东西，老多年没看见了都，挺亲切。小的时候老喜欢这东西。也就十来岁吧，一个老头。吹个公鸡，钓一个小小，转乎乎的。我看这边好啊，从那时候就动心了。其实，这个你反正你怕烫，你不能干这个，轻热了这玩意儿，烫红了。嗯，这全烫红了。嗯，这冬天下的还热。林氏平客户端全新上线。